家拢无人见，讲也有看花脸了。一个花朵，那它的花青素呢，可以跟叶绿素相比喻。所以讲来讲，我们抗养生要抗体的人，就是爱叶绿素，就是小麦草的叶绿素啦，牧草的叶绿素。这个呢是花，所以它不是叶，所以是花青素。所以这花青素就跟叶绿素一样。全省的朋友呢，你们如果可以上网去看一下它的资料呢，哇，它对人体的好呢
是超好。从今天开始呢的每一天啊，只要礼拜一呢啊，我休息的日子，其他呢我都会开放给大家来园里采花哈、啊。这个采花乐趣呢，可以说相当有趣。好，希望说啊，朋友呢啊，有空的话啊，请到本园来采蝶豆花。的最大乐趣 ，OK。好嘞，我想问的是单子。好，我问一下，来现场朋友，感觉上还蛮清爽的。哦，蛮清爽。那花朵好不好吃啊？好吃，跟金针花很像。跟什么花？金针花。哦，跟金针花。哦，对对对，小心小心。来，来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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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哦，来，我过来问第三个，有没有人吃过的？金针。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柠檬啊，吃过了没有？吃过了。怎么吃？加柠檬，加柠檬，它会变色，变橘，变红色，变红色。哇，太棒了！漂亮，好不好喝？很好喝，很爽口。啊，好爽口！来看我吧，你第一喝过了没有？喝过了，好不好喝？很好喝啊！当做饮料对不对？没有啊，因为喝起来没味道。我喝起来没味道。哈哈，啊，不会苦的，不会苦。哎，那个我两个都进来了，啊，你讲了吗？很好喝啊，很好喝。来这边，好，看柠檬，哦，变成紫色哈，啊，对对。你那我们这有什么好处吗？很甜的，那我们这有什么好处哦？去三高。去三高，对。还有呢？美容。哦，美容。还有呢？很多很多。很多就是。哎，那把酒啦，对，他眼睛好，顾眼睛上好啦，这边会过把酒特别的好，那确实呢很顾眼睛哈。那呢，我跟你讲，真的有够好食，以前搬到这边搬到两位，哦，开心慢，开心慢，啊，真的蛮好食，啊，这个汤蛮好食，哦，阿朱姐啊，啊，你说汤蛮好食，阿朱姐啊，我抽鬼来看呐，抽鬼看都看都几块，菜汤蛮好食，哦。我拢甲恁讲好哈，伊讲嘛是当家嘛。只要把这一朵放到白色的茶里面，伊就变成那么深的蓝色。所以说，哎，白色呢，啊，是最超的茶。那这对甲看你白来底呢，就变淡色，哈，就较白阿点。甲看你炒白菜呀，甲看一对来炒白菜，那白菜嘛无遐白。哦，那个煮饭。放下先，食饭下先啦。甲摕，它可以生吃，把它摕来配饭来食。迄个饭呢，嘛袂白色哦。吼，啊，要煮只笋汤啦，煮螺笋汤啦，煮烤白笋汤啦，煮这个，反正就是白色的物件，哈，的菜，哈，炖一个冬瓜汤啦，苦瓜汤啦，刺瓜汤啦，哈，咱大家放一类，放两类，哎，咱的汤啊都有色啊。所以讲的是呐，有色。淡色，这是较白亮的色，好，所以讲这一朵呢，希望说今天拍这个片，让大家知道，只要你哪有种一丛，哎，伊就顾你规半世啦，哦，哦，伊就是只熬规，只有一支竹啊，吼，有一支竹啊，好酸呢，哦，伊就规到扁哈，哦，这有一丛呢，会当把你规规十里哦，吼，迄两个大丛的先只算丛啊，哈，只要算细丛，那大丛啊哈，吼，真正把你规百里，哈，那呢？新鲜的菜哦，出不完，真简单，两担那个头就变大啊！好啦，啊，赶快采哦，赶快采！来，这个选茶啊，等茶，种是无同啦。确实是无好行，哦，这是他刚来啊，一分一半一半。伊咧用一半一半，啊，你无管他个料。哎呦，我都是一般。一半一半，先叫伊铺伫个教室，教室桌顶。这个是蝶豆花的小苗，好，小苗就是蝶豆花迄张一张仔啊，一张的落土的土。哈，到修行三个月，都通个班会啊。好，从种子播下去，
那三个月，那呢，你一张买一块台币，我讲三张，所以讲三张，伊若做好势呢，伊就是三张拢拢起来，哦，就安尼是三张。好，那你啊，全省朋友你们看一下哈，家拢种，来，好，家甲乡。哈，拢总呢是2000多斤，咱这呢，安尼嘛是一捆，哈，一捆一捆是七十，哎，七公斤，两三四五六七，啊，七的是喏，哎，21，这一捆就是21，哈，五十一捆啊，对，那这2000多斤呢，一捆是30。好，安尼你看哈，我正徛伫遮，遮已经点了，了我开始拢要出来，哈，哈，这像即层来到即层，唔免一个板，好，这个出这个，好，长出一个小小的小芽，好，来到安尼，唔免一个板，所以讲总共，好，我正徛伫遮，一班两千六百。萬幾棵呢，希望還沒來我們農愛的朋友，你們盡快來把它帶回家去種，然後讓你看一下哈，這個頭你看黑燒燒，那這個頭就是我們的甘蔗皮的果皮的甘蔗皮，所以說我是用這個下去啊，可以去捡，所以讲来是啊，它呢非常的肥，所以这不是有机土，这嘛是化学土，这嘛是啊上面花土，哦，拢不是。然后呢，我你看，伊甘蔗皮的前身，好，伊前身的这个，就是它呢，这个是甘蔗皮的前身的，我在怕那个是甘蔗，哇，这个甘蔗呢。还要烤过哦，不是来去菜市啊，讲不咧甘蔗皮哦，不是哦，是烤过的甘蔗，一本新的很温补的，温补，我拢一直讲那个，咱身心体凉寒的人，他要温补的温跟补，所以呢，等一下，你看你来我家，我拢叫你。喝我的烤蔗茶来顾恁的身体。那今仔日呢，我家己呢，放伫蝶豆花内底，因为蝶豆花就是咧食这张甘蔗的皮。即马我咱来食蝶豆花的时阵，伊内底就有甘蔗皮啊。所以后摆恁若有咧食蝶豆花的人哈，你就唔免食我的甘蔗，就看食即类的有啊。所以说今天呢，那么好的节日呢，我哈，百灵这么一点上，哈，先放这边，那你们有写名字，所以你们都先放这边。等一下我们要回家，再来家刮。你们不是有写名字吗？都有写吗？你也不写什么？啊，都写的，啊，坑嘞的，好，拢个坑嘞，哦，那个坑嘞，对，好。所以各位先生，今天呢刚好是周休呢啊的两日，啊，今晚就是落雨天嘞，恁等一下，好，你若有所在，甲我讲，你若无所在呢，啊，无所在，咱这个存放，这样放着也可以，因为这个队长哈，因为我的。我叫你这样，今晚叫你三个弟弟出来这样，来，啊，来，我照样，哪一种就这样伸枝，好，这个就这样就可以伸枝了，就像金针花那么好吃，可以，好吃，好不好吃啊？好吃啊，叫我叫，你弄叫嘞，你弄我叫嘞，伸出就也可以，比啊，比啊，哈，再弄一下，哎。很好照顾，反正他只要我们的甘蔗皮呢，都
都没问题。好，我们要放心。啊，这都是甘蔗肥，随时都等。农夫们来配哦。对呀，学姐来。我们的甘蔗肥。哎，你哪个有花盆啊？夹大嘞。啊，哪个花盆啊？这个蝶豆花两天就会干，像这个是早上拍一天而已，今天就打三打三。那么切记哦，因为这蝶豆花呢，它确实呢，它的那个保有它的力，所以讲的是哦，卖憨鬼，但是憨鬼不是讲不好，憨鬼继续胖的哦，是有影。啊，不过的是哦，我唔知讲憨鬼了后哈，会不会有所破坏，这我都不知哈。但是有个金刚，一天就两天就干，那呢一定要用像安尼用干毛，这单独的单碟呢，较细粒，拍起来较细粒，啊，这重瓣呢。拍起较大粒，啊，所以讲吼，这个是复古的赛拍的，就是爱安尼，吼，爱安尼，用这种干火来拍，吼，伊咧散热嘛较好，啊，伊咧通风嘛较好，吼，所以讲这个蝶豆花呢，收成了之后呢，迄个蝶豆花怎样？在三五百只，我的采收量。真大，因大家上，因大家上，你我卖牛插较济。好，等我呐，这两个拍子刚好了，我就会把它装成小罐子，小小的葫芦罐。你不要看它哦，它就有300多喽，所以讲一下很方便。哎，盖住它的那个潮湿也不会进去。啊，别跑一些人，提三粒，3朵就够了。三朵最多6朵就那杯茶就。非常的浓的，好，今天的蝶豆花呢，希望说，就喜欢的门市部，所以从今以后呢，这个蝶豆花会在园子里呢，我的本青草园哈，你哪来我就特地请你，你哪来呢，我给伊找我过请你，你哪来我给伊真请真能请你，哈，啊，好，恁大家哦，请您安尼，大家去办真趣味，哈，所以讲林书辉呢，代表全。部的爱好蝶豆花的朋友们，希望你们有这一股热，把蝶豆花呢热到种到你家里去，也希望说这朵蝶豆花呢真的对你好的健康有所帮助 ，OK？ 好啦。因为听好哈，因为你要回来拿咱的花卉，要用这张单回来领，所以这张单。姐姐好，老师，对对对对，来往前走，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淑芬，今天是2006年的8月27号，就是周休的周休日。那我今天徛伫家就是咱的蝶豆花园。那现场呢，刚好呢，有我们喜爱
清朝的朋友。那么呢，这个蝶豆花重点哈、啊，你看我站的这种感觉好啊，哈、啊，这种感觉好啊，哈、啊。所以讲的是呢，我们的堆跟蝶豆花的堆回。它的那个有机肥都是甘蔗，甘蔗，啊，大家人拢知影，哈、啊，甘蔗是甘草的一个食物。山里人来，来，我这么看的，这抓的是单蝶，好、啊，这个是单蝶的蝶豆花，好、啊，那这抓就是，来，你这边开始，大家们，这抓就是重蝶，啊，这个是重蝶。重点就是甘蔗皮啊，堆满的龟苓，这个是它要的养分。大家拢知道烤蔗哈、哦，这个烤蔗的蔗哈、哦，它的营养是葡萄糖营养点滴。甘蔗经过烤过之后呢，它是特别的温补，所以讲这朵花呢。嘛是同款冷，因为那伊是伫土底发起来的物件，所以这里会青，哈、哦，同款嘛是像青菜同款，但是伊去食到我的甘蔗，哈、哦，食到我烤过的甘蔗的营养分呢，它这朵花就会有葡萄糖营养点滴的成分，所以这朵花呢就不会。冷寒，伊就有温补的成分在。所以讲那些啊，来阮乡下人，无管什么人拢知影，哈、啊，五千年的青草历史，甘蔗是青草的油印。啊，伊青草会当做油印，当然这朵花嘛爱甘蔗来改做油印兼带咯。好、啊，这个是它的成分最好的一个养分。那呢？一阵老开，哈、哦，有一丛呢，我都开到比比比，所以讲就是吼，产量很好。只要家里呢备种一棵，敢那有一枝啊，别个给伊酸，哦，伊就开到满满是，它是一日花哦，所以早上开哦，晚上哈、哦、它就谢了哦。所以它只有一日，可是它是天天开哦。你好，不管这个饼啊哈，站在都要每几个关节，好，每一个关节都是花的，长出来的地方。所以说你打掉哦，好，不管安怎是啦，打掉当中开的对啊，好，所以讲规长比比比，只要有关节的地方。哈，都会有一朵花，规枝的对啊，拢总是花，所以它的，可以说它的产量呢，算是蛮多的啊，蛮不错的。那重点还是说，自己种呢，万年树呢，免费全年供应，好、哦，供应这个甘蔗皮啊，好、哦，只要你能够。卖用花卉啦，卖有一种生长激素，还是讲那个成长剂，哈、啊、的那些比较有肥的有机肥，哈、啊。你若干要用养生的，我甘蔗皮啊，可以说整年365天，我都可以供应给你，哈、啊。只要你吃得安心，哈、啊，种得安心。啊、那健康呢就在你的身边、啊、因为蝶豆花现在芒果很夯、哎、非常的夯哎我哎那么猛快你怎样很夯你有见过吗吃多久了邻居送你吃的啊你觉得安怎啊你干嘛好吃不好吃好喝哈、啊，现场有人要做鬼的，上面有做烤箱，对，啊你，对，泡起来是紫色的，我知道，非常好喝，非常好喝哈，嗯，那个还有什么呢？我见过，我们见过，还有见过，他连花拢见了，去做花见做菜，好，花比金针花更卡菜，更卡这样，哈，你们听到啊，花比金针花更卡菜哦，嘿，嘿啊，还有没有？现场还有没有朋友？有没有吃过的？来，阿丽姐来了，每天再喝酱啊！哇，太帅
哎，这鬼来怎么他妈的？给他煮，李伟出来，你要把煮，我怎样把它煮成？哎，你要煮，你要把煮，你叫你慢点。好，买个，快点那个温水菜，买个。哈。好，那个猪做汤的对了哈。对，当然了。那这样，那这样哈。一个人十组，然后一个袋子。啊，这大碗的袋子好一点。啊，阿老爷，看起来慢慢的。太棒了！差不多，这顿也刚刚好。直接生吃张张吃到这个。啊，这啊，就是咱们的崇德花，所以已经拍一天，即昨天，哈、哦，唔是昨天，这已经拍一天啊。所以讲这是多半的崇德花，所以呢，若像这个今日这个日头，搁太阳小看，这个花哈两天就打。所以讲就是喏，这感冒，哈、哦，咱古早无论在创什么啊，泡物件就是感冒。因为这感冒啦哈，会宿醉，所以讲有通风，吼，所以讲就是呐，它就会变成浊水的，哈。那你要看一干的时候，它就是都水的，把水都收起来，哈。那因为单碟，这是重叠，所以拍起来呢，较有物件，哈，看起来还有安尼大粒大粒。那呢，当然那是干片，哈，是无水，所以较袂冷。好，咱正经来讲的是，那是不是要安尼现去甲炒菜安尼啊？哈，讲要看到青来讲，哈，新鲜的是带较好用，所以讲带就是无这个火煮，佮无这个涂骹的煮，伊就较袂较冷贵，哈，因为搭配的是就是小煮，哈，所以讲，我来给提示。不要烘焙，啊，来，一家来，一家来，一家来，来，好好规整，一家来，好。来，这个是单独的，啊，要单绿的，所以你要看单绿和香绿和那个重叠有差，啊，起来就看叠的，安尼够快，较细绿啦，啊，再看大绿看有影。啊，不管呢，对一位人好，但是品种呢，伊较高山。好，咱在咧慢的时阵哦，伊的山量单独的比，啊，这种的较无遐尼啊，遐尼啊高山。啊，但是像咱即摆目睹看去看哦，好像这个虫体呢，伊分量较小啊，有五重半嘛，你看一半、两半，你看，来，你切好诶。一半，两半，三半，啊，四半，五半，来，恁慢的一路好哇，来，我再单半的哇，啊，对，好，你看这个长半的哈，都五公里，啊，这单半的都干啦一路命，好，所以不敢看，所以难怪拍起来的时候，这个五半的靠有量，好，所以讲这是讲。这个品种的问题，哈、哦，然后的时阵来，迄、那个，遐一瓜子给我捧来，遐一瓜子，啊、哦，一面，这个是它的种子，如果它的种子的形成弯刀形后起，刚刚那个大刀弯刀形，啊，那里面你看啊、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你看这个都背了记啊。所以打开呢，它是一粒一粒黑黑的。这个种子就是小小的啊，很小小的。所以这个是它种子。好，那我们接下来，对吗？种子呢，疫苗差不多三天啊，所以讲一个劲。把种子呢泡在水里泡八个小时，然后把它焖一天，好、啊、就可以播种。所以呢，您已经看到
来放烧香的，哈、啊，来恁今看到这场安尼啊，哈，长有神的啊，大好办活动，所以讲台湾爱好活动他的朋友，现成才就有办几场。等着你把它带回家，好去做，然后来交家来。家用小子问题啊，这个放一条，放一条寄过来啊。那若咱的电电灯刚好有微米哦，微米哈，你得放一条寄过来。你看，一朵、两朵，哈、啊，来到家，看见有没有三朵？而且以前那两个可以再打打，每一打都开心。所以你若会所在通好种的人，你来这盆栽放在你的阳台上，哈、啊，得到一支，对吧？搁它本身哈，你有那个在看的啦，你若收藏，你有在看的啦，你买那个，到时候拍一个视频，哈、啊，给本栽看啦，哎，一生一支小花伞哦，就是哦，哈、啊。所以这每一丛哈，内底我拢种三丛，每一盆内底拢有三丛，哈，上少就嘛有两丛，因为咱拢种三，拢逐个盆内底拢种三丛啊，哦，然后有时啊，讲一支落起来，然后你嘛过两丛，所以这边花呢，像进来的花，哈，伊因阿妈先在下那种安尼，然后伊就变记落来啊，那呢？我都来讲，一丛我拢会送一个，感谢听好哩。顺续再送一丛，细丛啊，这丛你讲在要创啥？当然是嘛是要借你的手送给朋友啦。安尼你听无？哈、啊，你讲你好康啊，嘛甲朋友介绍一下哈，那我这丛送你，所以送你就是要给你顺续送伊。然后的时阵啊，哈，阿嘿啊，你来看，安尼甘蔗皮啊，这种甘蔗皮啊，这哪种甘蔗皮来？这种甘蔗皮啊，哦，这甘蔗皮呢，来随时拢做单音，来做哩，拢单音来配，真的是要来讲，要甘蔗皮没问题，但是甘蔗皮要个好果，那是有问题哦，哈，这个大大的甘蔗皮啊，哈。就是好过，所以你了解我考处长，就是安尼哈。甘蔗皮啊有好过，这支甘蔗皮的营养就是丰富。啊，这支甘蔗皮的那边好过哈，伊那是冷寒。所以讲甘蔗呢，会当化寒积少，过滤过就是要讲这好过。啊，那边好过要清凉配胃。安尼恁知影吼，所以讲咱要吃，即种个诶，即种个上单车，咱着要甲食。所以讲，有时我希望我即张花吼，它是温补的。你出来去开会，大家来开来食看麦，来开啊！我在那里可以。你妹妹这款。
哦，这款两零特价，一起签哦。等一下两千哦。这个吧。我买两双款的，安尼做平等款的，安尼好。这个是做三千三十块呢，所以没有货。来，这个。全一世人，全地球，你给我多去吃来去干。吃看麦啊，规身躯精气神百倍。那么今仔就是因为甜，无我都优惠，无惠。咸的要有几罐啊？蔬菜够。吃加当剂的人，的老人吃到九十九，腰环是运动照。好，讲一句加当。大家好，我是林素菲。今天是1906年的8月29日，那26、27呢？多好是咱的8月的月底的周休，所以呢，现在我有请咱的邱老师帮咱拍一片蝶豆花的片。但是那两天呢，人潮太多了，规园啊，我放风，予人又来办，所以讲来想有一点点复杂。那今仔日呢？经过一天，我昨休困，今仔日是呢，我亲身
台湾给大家看。然后哈，重点啊，哈，这个蝶豆花哈，我拢甲咱讲是安怎爱用甘蔗粉啊，哈，来，你看我咧挽的时阵啊，哈，我的脚会搭伫坡仔顶，哈，坡仔顶，所以讲的是安尼搭咧哈，未去伤害到因的筋。来，恁嘛是安尼搭起，脚搭起安尼，是安怎？伊即摆愈挽愈悬，愈挽愈悬，哈。这卡就会打来遮，那呢？这坡啊呢，有这个纤维性，所以讲安尼打来吼，未去伤到筋，这是重点。啊，这规抓，你看阮种的抓呢，一定拢是爱用甘蔗坡啊来去甲炖。那这甘蔗坡啊呢，经过落雨呢，伊会澹，伊会烂，伊会熬去了后，咱的心呢，搁加甲服务落。所以讲，这会当愈服。啊，愈悬愈服愈悬的时候，咱咧愈慢就会当哈。咱若讲哈，当伊服到这尼啊悬的时候，哇，已经超过肥啊。然后你看这甘蔗皮啊，种出来诶，这个叶啊，伊的色水这尼啊水着，那么鲜那么艳，就是讲这甘蔗皮啊足肥的，比什么肥，搁较天然的肥，因为它有葡萄糖营养点滴。所以讲的是呐，哎，我爱全省朋友呢。你家、我家、他家都把一颗种在家，都拿一支锤啊，糖啊好白，爱的时候啊，就伊就安尼结高生。你看伊这逐毛拢总生，吼、哦，这你看这逐毛，你看伊浮起来花唔？你看咩？比，你看拢总是，这里啊，无一目无，你看咩？吼、哦，这花唔，只有规个连酸到底，伊的目就是走来到底，连个上落尾看拢总是。水开起来，就是拢总派的花蕊，吼、哦，为头到尾几乎拢总是伊的花蕊。所以讲，甲当作观赏来看，伊嘛真水。那呢，伊的叶啊、哦，吼、哦，这个叶啊也可以泡茶来喝哦，买那个煮汤来吃哦。你茫看这叶啊、哦，这叶啊是喏，你若甲落起来是喏。安尼来煮一个鸡卵汤啦，煮一个鸡菜汤啦，煮一个啊米素汤的时候，也是相当好啊！吼、哦，连伊这心这又有这啊，这拢总会当做又拢会当做菜来吃哦。哦，那呢，不管怎么样，我拢跟你讲，伊上高上好的分就是每一目，只要有节有目哦，就像我今天跟你讲，这种目，吼、哦，这只要有目有目，吼、哦、有目的所在。就是伊开花的所在，啊，无外久就一目，无外久就一目，无外久就一目，所以我讲伊的产量真好。哦，你看阮安尼挽一堆安尼，大家哪堆都这样大堆，哦，反正今仔日呢，要一直在重复，就是讲去甘蔗，是阮已经有烘过，吼、哦，唔是讲的是，咱加好就摕来用，唔是，吼、哦，这甘蔗一定爱把皮呢，糖浆有小可安尼炒下打，炒下打，有迄个糖，有迄种烤焦的焦味吼。啊，甘蔗皮呢，甲烘铺小可安尼炒下打，炒下打，安尼就是代表讲甘蔗，哈、哦，烘过、煮过、行过，小小一杯来，会当化痰止嗽的药啊。所以讲，咱甲上温补的正肥，甲放好蝶豆花，换一袋蝶豆花吃到咱的甘蔗肥呢，顺便伊嘛会得到这个温补的能力。所以讲，咱用什么肥给伊吃，相对的，咱吃的时候嘛是爱去吃到伊的什么肥，吼、哦。啊，你甲看咩？这干甘蔗肥尔，安尼水叶啊嘛水，吼、哦，顶嘛水，啊花嘛水，好。像即丛，安尼为点子到今仔日好慢安尼还未四个月咧，还未四个月哦。你来看即丛哦，一蕊、两蕊、三蕊、四蕊、五蕊、六蕊、七蕊、八蕊、九蕊、十蕊、十一蕊、十二蕊、十三蕊、十四蕊。十五蕊、十六蕊、十七蕊、
十八蕊，十九蕊，二十蕊，二一蕊，二十二蕊，二十三蕊，二十四蕊，二十五蕊，二十六蕊，二七蕊，二八蕊，二九蕊。哦，哦，啊，即卖即拢花毛，你来看，像这蛮那十八万的哦。来，你看像这最了蛮那十八万的，那像这拢蛮那十八万的。它叫一日花，所以它一天哦，二九蕊，三十蕊。哦，安尼，干那一丛安尼尔，哈、哦，安尼我今仔就当买三十蕊，今仔有三十蕊，明仔载绝对三十五蕊超过，后日绝对四十蕊超过。因为呢，伊这一直发出来，一直长起来的时候，你看像这拄啊，拄啊放，伫遮，拄啊放出来尔，哈、哦，你看，安尼拄啊放遐尔长尔，你看伊的花蕊就拢总出来，你看麦，你看麦。叶仔出来，含花苞嘛顺啊出来，所以讲的时候，你看这一丛会当放偌济丛？你看这嘛是伊放出来，这嘛伊放出来，这嘛会放出来，这嘛一丛。所以讲一丛无丛尔，会当放咧几百朵，这个枝叶出来，啊，几百条，一条，卖讲啦，一蕊、两蕊、三蕊、四蕊、五蕊，像这条就五蕊，一百条就五十蕊啊。好、哦，所以讲用安尼，你来看加倍成长的时候。伊个产量看偌好，哎、欸，今天打这一篇呢，确实要甲咱讲，蝶中花里面的色素，遐尼啊淡色，遐尼啊鲜艳，扮演着呢，在花里面呢，算是最重色的花，遐尼啊淡色的花呢，确实呢是咧破解这种白色的色。的一个最重的色，上面有白色，然后当然白蝶就是白色啊，啊白菜嘛白色啊，啊白米嘛是白色啊，啊白菜头，哈、哦、白芦笋、白竹笋、白烤白笋，哈、哦，这种包心边，这个都是白的、啊，所以把它当作菜的染色、米的染色、茶的染色，它是可以吃的染色体，啊、哦，重点的是它对身体有益。无害。那呢我拄啊讲做观赏呢，绝对也非常的漂亮，啊、哦。那这个物件呢，自己当作老人运动，透早起来哦来看看，慢几蕊啊吼，慢慢的啊、哦，啊就摕来去照卡，哦，今仔日呢啊，不一定迄碗面头顶嘛有几蕊啊蝶豆花，啊、哦，不一定迄碗汤内底嘛有几蕊啊蝶豆花，哦，所以讲的是自己栽种，拢唔免想讲要去买谁家种的。自己种最安心，何况讲我林叔答应你们，这正坡啊，哈、哦，要互恁下到偌济偌悬起拢无要紧。啊，你看这正坡这坡路已经啦，只要我心咧哪个较下落，一定下起。原来再悬的时候，我嘛翻一个翻一个，我拢未去伤害着它的根，哈、哦，它的根那个根部，哈、哦，希望说，嗯。不是为了利啦，哈、啊，为了大家的健康呢，多多摄取自己栽种最好的，也算是最漂亮的一朵花。好，咱再来拍白的啊，看怎样再接多转来才会。这条就是蝶豆花。一粒蝶豆花应该有七八粒，那这粒呢，甲点落去盆底，安尼差不多一礼拜，然后呢，来到安尼差不多十一二天，十一二天呢，来到会当挽花。安尼差不多三个月内，就会当丰收。那咧种子呢，点的成功率介高，一粒好的种子，有色的种子，只有点起来吼，拢嚼一拢会出。不管这一盆内底，我拢甲点三十，哈、哦，上少
上济三层拢会出，吼、哦。那呢，虽然恁正看讲像这两层来讲，伊迄粒籽伊较慢，伊嘛会出，你上济伊就较慢出啦。啊，所以讲籽呢，袂讲三粒拢拄啊好，三粒拢会出，会像咱鸟只出。但是伊安尼甲看吼，是逐盆拢会出。上好的就是三丛、平丛，伊就平大丛，陆陆续续的慢慢，伊嘛是一直出。足少讲迄个籽吼，讲无出来，无，只有吼出数拢真好。所以，恁即个来看，我甲分层次，哈，有头一批，有第二批。第三批、第四批、第五批、第六批。咱这六批呢，上无来算起来有两万几丛。哦，这若讲真正有想要，把自己家里呢当成一个造景花园哦，来种这呢，也是蛮漂亮的。个，大家拢蛮会钓，爱看花的心情哦，吼、哦，迄无了讲的欢喜，所以我正好来请三个吼，要来讲这朵花的迄个感想。哦，啊，哪会拢出来哦？拢搬出来，啊，病人来才病出来。今仔日，阮手搬这拢是会再打扮的。那呢？哎，我打这多三。前后才三四个月，三个月为知影开始培养，哈、哦。这丰收的喜悦就是讲，伊真短的时间会当采收，吼、哦。啊，互恁看讲，我刚才种去三百外只，安尼吼，今仔刚搬外只，后来拢搬出来，拢搬出来，嘿，呀，哎，会了，会了，会了。这是不敢算哦，我当伊只客人都有哪几，有千类个哦。来，我搬出来，搬出来，来。搬类好嘞，好，恁搬类两边。好。今仔拄啊好有日头，所以讲个时阵，为什么要采取这种干毛来晒？因为干毛是竹篾啊，啊竹篾啊会通风。所以讲，伊咧打的打度真紧，是拄啊内外拢会通风，吼、哦，这就是上天然的诶拍法。今仔日的日头，下昼若卖乌阴卖落雨，行两天哦，这个天安尼两天啊吼，伊就会变大个遐尼啊大。这天然日头晒起来的色素，遮尼啊水着，啊，这是重叠，就是重瓣的。有多瓣的啊，四五瓣瓣在一起的重瓣的，这是单瓣的，单瓣就是这一头。这个是单瓣的，这个是重瓣的。我今麦手提这个是整修起来。天天都行啊！好，今天我不散咯。这个是单瓣的，这个是重瓣的。哦，这呢可以算是讲，今天丰收的时刻，然后呢，来，我们来，另外一个拿来，把球员拿来，
咱这镜头看这啊哈，这是阮的老员工阿妈哈，啊，伊是阿秋姨啊，啊，这是李慧姨啊，李慧姨啊已经86岁啊，阿妈嘛已经83岁啊，啊，你80几？82岁啊，因三个拢是80外岁的人，老职工、老员工。然后的时阵吼，伫我开始3个月前吼，开始咧讲蝶豆花的时候，干那咱一蕊，互因看到，因三个人竟然会当甲因的头感倒转70多年前的事。所以讲70几年前咧，因拢读日本册，那读日本册的时阵啊吼，日本老师就有教因这蕊花会用。用日本话来讲出这类花的花的花的意思就对了，哎，我是听无哈，啊，所以讲的是哦，我来问迄个阿妈讲，迄个是日本人教恁讲这类花，即摆就是讲，你啊看迄经过70外年啊，你读国民小学是2、3年，到即摆的时候已经75年啊，安尼因还佫有法度记这个花，还佫看到就会晓讲。所以讲，伊的印象特别的深刻，吼、哦。啊，也是啊。我们现老师教恁讲这句话安怎讲法？九朵花。九朵花。九朵花那起嘞。九朵花呢？花那起嘞。九朵花那起嘞。吼、哦，你来看麦啊。吼、哦，伊已经80外岁啊，伊还佫会记你70几年前的代志。啊，就伊，你会记无？哦哦，搁较细声声，吼、哦！啊你嘞？吼、哦！啊你会上上这位？九朵花呐，奇丽呢。这算老日本籍的老前辈，因呢有法度有这个记忆，讲把70几年的日本话，搁今仔来讲予恁听。今仔我甲这类花，我用台湾语甲恁讲，伊是蝶豆花。无得看即卖囡仔，恁家的囝，还是恁家的孙，听到我真个讲，无一定几十年后，伊嘛会晓讲蝶豆花这个名出来。安那，这个叫做印象深刻。深什么叫深？因为它太深色了，所以讲这个深色代表深刻。的记忆，所以讲的是啊，好像永远没办法忘记啊，这个含义就是这样。所以讲的是啊，啊，今仔日呢，遐尼啊拄好，我的园啊有只80外岁的老员工会当，搁对这个花的含义，还用日本语来把它说出来，这是真无简单的代志啊！奉劝呢啊，全省台湾朋友啊。有花哈的时候呢，啊，请多多采，哈，莫等到没有花的时候，干那要空折枝。那当然呢，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哈，一定要自己种的花自己采，这样才对。OK， 好，好，阿搞广语。手提这本小盆栽细盆啊，你看伊这么细丛，嘿，伊逐天嘛会开30蕊啊，哦，那么小丛，这么细丛苗，然后呢，这是无所在通好种的人，就安尼种一丛啊，就放伫阳台。那是你是店面的人，还是恁家是换厝，但是有迄、那个。土家病的人，你若甲像安尼，这个坎，甲种两盆伫恁家的头前，哇，真正吼终身受惠。你看这这尔细丛尔，伊嘛是开甲比，然后伊的顶啊吼是嫩的，所以讲的是啦，打个比，
我遮若头顶甲换两支啊支架，啊是讲恁兜有迄种大支的500万的雨伞吼，迄种形体，吼，你当甲迄个雨伞的迄个布甲拆掉，就安尼甲囥咧，全互伊拴起来，哇，就像一张500万的。那啊，你若无迄种雨伞无要紧，你干那甲这個。柴为头顶才搁甲挤好看的呢，会当挤看看看呢啊吼，嘛足先一个凉亭的，那伊会当互你牵来牵去拢无要紧吼，看你要安怎甲牵，要安怎甲夹吼，拢不要紧，所以它是一个可以算是可以造景的一个软基软体，你嘛当甲捡来遮，嘛当拢甲三三。看要甲捡安怎拢无要紧啊，所以你若欢喜就好，看你要甲捡啥拢无要紧。所以真水，哈、啊，绿色的叶就是安尼绿绿青喷喷，那花朵诶鲜艳，伊就是渐抹的蓝。那呢，哎呀，内底茶咧滚啊，慢两类啊，茶都甲落来，亲戚朋友嘛，就是咧食饭，哈、啊。所以讲，有一个伯纳呢，一个大的范围，像这个哈，安尼，就一个占地那么小，它就可以拥有你家种它的权利，啊，一直在重复的是讲，确实即卖林体，大家拢种配谈阿伯，哈、啊，女人下白，男人放油起泡白了，哇，这种白啊哈，大家咧食白菜哈。这种巧亮呢，啊，超蓝就可以染色，染到白色不再白的境界，啊，当然喽、哦，会养生的你，会保健的你，你自己上试看看，啊，反正我林书进咯，哈、啊，要打我栽嘛足多，哈、啊，啊，所以讲很像，你要打我，要跌到花的干品也有，鲜品也有，啊。只要你若路过屏东啊，哈、啊，唔通袂记哩，哈、啊，看是要给我请青的啊花茶，还是干的花茶，哈、啊，天天等着你，但是礼拜休困哦，哈、啊，其他时间呢，啊，欢迎你们啊来到本园，我嘛开放给恁大家来去制采的乐趣，啊，满足你的啊这种采花的一个兴趣，啊。那呢，很谢谢你哈、啊，可以看到我今天啊在蝶豆花里面跟你们讲的每一句话。OK， 再见，谢谢。好，我拍片拍煞入去到内底，哦，按这个丁先生就讲好，啊，拢无通啊，给伊拍一块，所以讲的是呐，这三盆是伊亲手种，一盆内底拢种三丛。这个衫呢，代表轻轻松松迄个衫，所以呢，伊大家拢轻轻松松来买这三丛。自从种这三丛了后，这花拢伊家己买来咧，逐工泡来食。吼、哦，听讲俄罗加，愈食愈少年。来，我你讲俄罗加，甲你讲俄罗加呐。俄罗加讲愈食愈少年啦，啊，愈用啊，工过做拢袂闲啊。这是野心来威，那呢？这三盆内底哈，多高长，九，哈、啊，就是固。所以讲的是，这嘛是一个吉数，哈、啊。伊按算讲的是，哎呀，轻轻松松，也健康，多一高长，九，就是伊的愿望。所以讲哈，伊对我讲有美国的朋友呢，讲有美国的同学呢。啊，这同学唔知介意我安怎写，我唔知啦。希望讲因同学有一天真正，会伫伊的手机里面去看到哈、啊，丁先生的同学，伊暗算讲要请美国的朋友，哈、啊，伊若看到伊先哦，办好好拍个单，要甲寄去美国，互伊啉。那么我唔知影美国这个朋同学，那么这洪明长。洪明长。唔知当时看会到，嘛看会到吼，免说伊哦哈，人已经有准备讲要请你哦哈，哇，安尼就真正越洋到美国去了。
啊，所以讲我拄好讲，阮这盆盆仔栽做造型做好看，看下你去咧插啥物，当你有一天人诶啥物竞选总部要成立也好啦，人到诶时啊新厝要落成也好啦，反正诶时啊爱用到花枯花烂诶时阵，那呢迄种花枯吼花烂用料就丢掉了，咱这边呢，哦。这摊用了，下当过来用别摊嘞，所以讲这摊送伊吼，互伊看看，伊搁逐工吼，啊，干来看到这盆的先是你送的吼，哎，含义不一样哦，啊，所以讲的是啊，哎，有闲的人正经的先啊，来去家捏，吼，看要家捏什么种形体呢？把它当作一个送礼的花篮，啊，它真的是花是蓝的，很适合，很适合啊。我一笔的购物，全省朋友呢，真的把它变成居家啊，每户人家都会把它种在家的一个啊，那么漂亮啊的一个啊，是吧？你不来跟我那话，不要讲了，你不要打电话来哦。好不好？因为你讲啊，一个日本俄罗的一个花名，好啦。你来搞恁个，你讲迄个拍一下招呼，讲正花要送你正人倒啊。啊，头先就讲。啊，你讲啊，你讲啊。诶，你个诶，讲实诶，咧好勉强啊。你也有看到，你特登啊，你就得赶紧加油一下。好，你愈跑愈少年，我做你讲上少年的人。好 ，OK。啊。好啦，好啦，好啦，谢谢。